没得票，没得船。今天我们是简单点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我又来了。今天刚好有朋友在屋头来玩，我们就简单造点火锅。现在就准备食材，开干。洗一下鲜叶肠，盐巴、面粉儿。吃火锅就要吃这个鲜叶肠，把这个油关掉哈。这牛肉咋好大？这个肯定不得了，这个整个锅也太好了，好安逸。牛肉切成厚厚的薄片子，黄鳝洗一盘菜，片点五花肉，烫火锅吃起巴适得很。这个薄厚度还可以哈。一定要动过再吃啊！专业的火锅小姐姐入了这个牛肉哈，这个火人老板啊，黄喉毛肚。土豆儿、鸡翅尖、肥牛、肥羊、鲜牛肉、鳗鱼片儿、包浆豆腐、金针菇鸭血，这个是打底的。五花肉香肠、军粮水粉儿、鲜黄鳝、鲜腌肠、鲜豆腐、鲜生菜、牛油火锅料。啊，亮火！要得开干。今天我是吃的是牛油火锅底料，打一个底，蒜末、小米椒、葱花儿可以多一点，香菜、香油，再点原汤，一个红锅，一个白锅，高汤啊，这开干，开饭了，真的，对，这个五花肉绝了哈，哎呀，我整了个，啊，我给小米来一桌哈，吃个白。别喂，包浆豆腐。一起围着灶头吃哈，围着灶头吃才叫火锅。哎呀，好安逸。海军，海军。我这个可以吃。那你淡了，你我这个味道可以的。看这个五花肉是要把肉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啊！要一个一个那种。好辣！你好饿。来蘸一下，哎呀，我的天，不白！再裹点生菜，爽得很，就爽。二爷，你都吃了吗？不想。我们两边跑啊！你要啥子？啥子？豆豆。豆豆。啊，我那边放的。哎，你们吃不吃饮料？不，打开。对对对。哎，你们喜欢吃五花肉的，这儿来噻。吃两个小时才下去。香啊，麻得很啊，麻得舒服。吃点根根都是麻的。嗯，放了四百颗花椒进去。那完了。你吃了？哎呀。好一块。有有有。我带上去最乖最乖的噻，你非要让我讲我，吃高兴没有？吃高兴了，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，拜拜，拜拜。